张银双周报财富来报道，我是德义，我是丽英，出外景喽！平林位于新北东南部山区，是个拥有好山好水的环境，相当适合茶的生长，更被封为北台湾茶故乡的美名。究竟大家来平林都会有哪些必玩的行程呢？让我们来看看大家都怎么推荐吧。好山好水，好好山，空气好啊，喝茶、卤肉饭加蛋。太好了，今天天气实在是非常非常的棒，我们终于可以来出外景了。今天跟着德义哥来平林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难道是逛老街吗？不要在老街了，今天我带你去一些私房景点。但是我今天出门的时候没有带到钱包，哎，怎么办啊？没关系，今天我带你去的这些私房景点，通通都可以使用张银台湾Pay，而且现在只要刷台湾Pay，都可以获得20%的回馈金哦。太棒了，德义哥，我可以用我的手机刷台湾Pay，就可以获得这些消费活动。没错。那我期待一下，你要带我去什么私房景点？好，等下就跟着德义哥走喽。好，我们来到了平林第一站，就要来喝最高级的茶叶。那想到高级的茶叶，找高理事长喝最好喝的茶。那我们就一起去吧。走。哎，高理事长你好。理事长好。我们特别来找茶。谢谢。来，请坐，请坐。谢谢。我也刚好在泡我们这个最好喝的茶叶，就是我们平林爆种茶。来试试看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今年那个冬季爆种茶。所以理事长，我们现在喝的这个茶这么好喝，这个包种茶它的等级是怎么分的？今天我们喝的包种茶刚好是我们今年111年的冬季包种茶的优良包种茶。平林包种茶它一向就是有很独特的香气，所以在我们整个在市场上推的话，大家如果喜欢喝包种茶都会来到我们身边。那理事长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用台湾Pay做消费呢？这当然了。这我们在商圈里面，因为我们是很欢迎像有你们这种俊男美女来我们这边商圈做消费，那迎合你们的消费习性，所以我们现在都用我们台湾Pay来做消费。太棒了！那董事长，我想要买一点包种茶回家，可以吗？欢迎！今天都由德义哥来负责。太棒了！德义哥，我要买很多。好，来尽量买。来，高理事长，麻烦你了。已经中午了，丽英，现在肚子应该已经饿了吧？对啊，但是隔一隔，你怎么会带我来这里呀？没关系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。阿公，你好。阿公，你们这边的菜都是直接很拌呢，然后就直接煮了吗？阿公，那这个是要怎么摘？这个要拌呢，还是在遐？耶，你看，就现在上个最好啊。啊，这样最好是。开始，哦，安尼就好啊。阿公，再麻烦你了。再麻烦阿公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哇，德义哥，这个是不是我们刚刚的那个蔬菜啊？对啊，这就是我们刚摘的那个菜，是不是很新鲜？超级新鲜又特别，而且这一整株看起来都好好吃哦。对啊，而且这里的价格经济实惠，还能用台湾Pay哦。那我要来开动喽。来。等一下，我特别跟你介绍，老板特别帮我们准备的私房料理——酸菜肉片汤，而且他的酸菜是自己腌制的哦。记得，等一下我还要再带你去别家，也是有名的店，我们再去继续品尝我们的平林料理。这个不就是一般的卤肉饭而已吗？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卤肉饭哦，这里所有的车友特别强烈的推荐，一定要加蛋。这个是什么啊？你猜猜看。难道是又是卖茶叶的地方吗？哪有一直在买茶叶的？泡汤的。泡汤，好像可以哦。